这样也可以。好像还可以耶，好像不行嘞，好像还可以耶，找他意思就完全没有输出，全部嗝屁，这把打压你呢？把韩服白金钻石场压你，就是帮忙死了。他的职责他做到了，就是帮忙死。不要说他没用，他有用，他就是帮忙死。他死的那段期间可以帮忙吸一下那个伤害，你知道吗？虽然说他不会不弹，但他可以还是有可以帮忙吸伤害的。什么伤害呢？OK， 他交闪了。我在想一件事情欸，就我带鬼步的话，我像我刚才那样子，我是跑不掉的。我开鬼步跑，我也是会死，但我还是开的，因为我想要逼掉他的闪。要不我还是带闪现，我再带个闪现，我刚才那波我就活了。他踢了，然后踢完还要控线，可以。叫你好好回家，你还要踢回来送头，那你这波是真的渣。Mitchell Nine Go Smita， 泡菜史密达，黑切配那个雅克修很猛啊，也不错。对啊，为什么会有？不是，为什么会有巴德尔？关你屁事啊，巴德尔！哦，你们知道吗？还好是一个巴德。如果今天来的是中路的话，那更过分。真的，今天来的是巴德，那还可以。你知道吗？巴德太无聊了，对不对？你们要替巴德着想，我们要替巴德着想。巴德很无聊，他没有事情做，他下路已经被亏了，所以他只好来上路。说得通，这一切都说得通，对吧？只是我觉得他那段时间不应该出现在上路，他好像会怕我哎、欸。但为什么我就不懂哎、欸？为什么每个韩国人都很怕、啊，都很怕熊啊？不懂，我不懂他们到底在怕什么。我就不懂到底在怕什么啊！哎、欸，你们有发现一件事情啊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？什么事情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我的四个队友是四个人在上路很开心，但他们是三个人在扁我一个，然后我的队友是四个人在扁一只，然后还没有扁死。技能我能扛能打，找比特凯特比上一把那凯特有用多了。哦，威尔哥，哎、欸，到底是怎样？哎、欸，这真的不是我的问题了吧？你们自己讲，干这是不是很夸张？干我才刚走出来、欸，我上一秒还在跟你们讲话、欸，哎，干我下一秒我又被照顾一次、欸，哎。熊熊够难玩，真的，熊熊真的够难玩了。我这么惨哦，干我要一直被抓哦。对，我才刚出来而已。我上一秒我死了，我才刚走出来，我还要吃兵，我只想吃兵而已。我才刚走出来，我又再死一次。他们又这样四个人来抓我，四只哎，会不会太过分啊？好了，我不想理他们了，我要去吃。卡特，不要在这边叫人哦，一v一对决哦。就我就不懂哎、欸，那为什么还要帮一个零杠四的卡特啊？卡特不是已经没救了，为什么还要帮他？还是他们没有人抓，所以很无聊？全世界都在等我，都他们在等我。十一等了，你还在跑？你看，这就是为什么韩服很可怜的原因。十一等的卡特看到十等的熊还在跑，然后后面要有四个人，他才会往前打。
我就不懂，我就不懂到底在跑什么，为什么不敢往前？往前啊，你往前打，倒是往前打，我看你的，我看你往前打。好了，这次我来了，这次团战我来了，这个团战我要打，这个团战我必须得打了。好吧，关进去。就是你，凯撒，你还想跑？下一个就是你，巴德，巴德屁眼，不好钻。你还闪现跑，那你是没救了。那你是没救了，巴德。死之前还差一根真元，真好。这套会有伤害吗？有啊，我刚才伤害最高啊，你刚才是不是没看？上一把我伤害最高，我等下打开来给你看，你看这套有没有伤害？征服者火甲。我问你这套有没有伤害？你老实说。有吧，对不对？有吧，有伤害吧，是有伤害吧。今天一定杀到你啊，你这个巴德，妈的巴德，巴德，巴德，走位，还敢惊人，你这巴德，巴德，不爽你很久了，巴德，哈，熊掌，把你拍死，喜欢 gank 我是吧？喜欢抓我，我这次就来抓你，抓到你心里发寒，巴德，抓我几次我就还你几次。我就谁我都不打，我就针对你打。恨熊熊啊，恨熊熊是吗？谁的 W 凯撒呢？回家两天了，各位，他赢了纯爱战神呢、欸。剩两天怎样？十一月结束是不是？妈的，就看就在最后倒数一天的时候破功啊！你俩就直接他妈射在电脑萤幕上，操，这样，操，然后射，一射出来。但你还给维尔哥抢，云，云玩家。拜德，你不掉的，再见了，亚宁，再见了。会不会钻啊？好像还可以耶、欸。好像还可以耶、欸。好像不行嘞、欸。好像还可以耶、欸。我操！好像又可以，好像又不行嘞、欸，好像又可以、欸。这波怎么说？这波他们注意力全部放在熊身上。甲克熊，那我问你，这套我问你有没有伤害？有没有输出？有没有坦度？有吧，都有吧。征服者，我就说了，这套是我现在研究出来的。Where you are